今天呢是第三天在这边，在丽江。我们今天要去那个香格里拉，就是香格里拉。那边呢，我们会住一晚，就是两天一夜。听说那边是很多，就蛮多东西玩的啦，就有雪啊，然后就是去看别的种族啊，就是他们叫 Tibet。那边呢，我们可能晚上会跟他们一起喝酒、烤肉什么的。OK， 可是现在我还是很冷，还没有到雪就是这样冷了。这样等下到那边了，我也不懂会这样。OK 吧，我们等下再。我们到了那个五跳峡，就是老虎跳那个河，传说中的就是这样啦，它的故事，所以他们叫五跳峡。所以我真的很冷，现在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的手真的快抖了。真的是快顶掉了。我们现在走下去，就是去他楼梯那边。这个就是他的河。后面的山吗？我们现在才到哈，那个要去那个香格里拉的一半的路程，所以我们就停一下在这边。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连下面的水，我怕我电话跌，然后我电话掉下去，我就没有对面电话牌啊。看后面的山，超大，可是真的很冷。我想不到，如果去那个香格里拉会怎样。走，我们先再走下去。我的手快冰掉了。然后再转给你们看。下去，就下面那边，就靠近一点那个河那边。可是你要靠近那边，要下那个楼梯，蛮多的。哦，我们到了一个景点，给你们看一下。这边都疯了，因为他们家
殿下去吧。啊，没有，我们就要下去下面的人。啊，你们看到有人吗？我终于到下面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老虎，那个虎侠，他就是从这边跳过去的。他从这边跳过去对面。现在大概都要走完了，对不对？爬下来的时候，好像很快就到。现在爬上去的时候，真的很高，很累啊，又累又喘。终于走上来，很累啊，对。很喘，先进车休息吧。到达了香格里拉的那个雪山下面，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周围全部都是雪，全都是雪。我们要坐缆车上去那个雪山，现在对啊，我们等那条龙上去，坐个缆车。在山顶走上去呗。看我后面，
决赛。的古城可以看这边，他们说这个是中国最大的啊，中国最大啊，不是他刚刚讲中国最大的吗？不懂啊，我好像是听到他是讲中国最大的啦。我很多都没有拍到，因为我的手真的太冰了，现在是那个-9度，好像是，哇，超冷的。就我带大家走一走里面。Than can ever be done. There's far too much to take in here. More to find than can ever be found. But the sun rolling high through the sapphire sky. 我们找这个探险。很重哎。哎，第几圈？才第二圈，还有一圈，还有一圈，我手很痛，又冷了，这麻痹啊！怎么麻痹啊？啊。